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全国中学骨干教师综合教育能力提升博雅讲堂2020年前沿与交叉研修班，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在读博士生李乐，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课程。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学术大师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北大哲学系被誉为中国的思想家摇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老师，欢迎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李乐。谢谢。王老师，听说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在北大了，是吧？就本科一直在这边读，然后之后博士，然后之后就在这边任教，已经有30多年了吧？我从本科82年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8年了。哇！弹指一挥间呢。我自从来了之后就没想离开过，啊，中间只是很短暂的，有时候出去访学，那么等等，其他时间一直在北大，教书，然后做研究，也担任一些行政的工作，对，很喜欢这里。老师谈到哲学的话，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读 PhD 的话，你知道 PhD 的英文是 Doctor of Philosophy，然后 Philosophy 是哲学，因为之前的时候科学跟哲学是在一起的，然后科学是属于哲学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属于不同的学院，然后似乎又有一些不同，您能就是帮我解答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哲学跟科学现在又分开了，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哲学的话呢，它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知识，就是所以你看在古希腊的话，这个当讲哲学或者我们说自然哲学的时候，它其实包括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哲学，它其实包括所有的科学的这个那么这样一个领域。我们知道的话，后来知识其实经历了一个分化的过程啊，那么这种分化的话，就是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的，就是这种知识的分割和这个议题。因为这种分化的话呢，是我们要更细致的、更专门的、更深入的去研究作为对象的这个一个世界的不可或缺的这个那么一种途径。所以其实从最初的哲学，从 philosophy 中间，我们就发展出比如说物理学，发展出生物学，发展出化学，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一种知识的这个一种那么领域。但是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比如 Doctor of Philosophy 中间，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隐秘的一种联系，或者说历史上曾经存在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这个过去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说从整体，然后之后这种知识的分化，这种分书的一个东西，可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这种分化的知识的话呢，它有一种彼此的一种互相的需要，当然它有内在的一种互相的一种这个联系，所以它也会有一种这个那么这种对于整体性的一种知识，以及建立在这种整体性知识之上的一种整体性的一种学术视野，本身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种需要，所以现在我们做哲学，这个跟这个传统的这个那么哲学之间，它既有联系，其实有些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啊，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始终还是比较密切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也有科学哲学啊，是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其实它也是专门关注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激发起来的一些所谓的哲学的问题，那么等等
是的，我们也有一门课就是科学哲学课。啊，科学哲学课。是的，对对对。嗯，那谢谢王老师。是是。然后那我接下来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然后下面呢是请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课程知识的分割与一体。那时间交给王老师。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我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知识的分割与一体这样一个话题。我谈的角度的话呢，当然跟我自己的专业背景会有某种的关联。我自己是学哲学的，特别是中国哲学。当然，学习中国哲学的话，难免的话呢，会牵涉到有关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一些知识。同时的话呢，哲学也会很关注跟科学相关的这个那么这样一些话题。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用这个题目啊，谈一点我自己的那么一些理解。理解世界啊，分割和一体是两种不可或缺的，同时彼此又不可或缺的途径。说不可或缺是说两个都必要，我们都需要。彼此不可或缺的话呢，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是也是存在着一个互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之所以说分割的合法性，其实是因为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的缝隙和界限，每一个部分呢，那么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可以作为知识的对象进行处理。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个是关于时间的。我们都知道关于时间我们有很多分割，有小时，有一天，有一个月，然后你可以有一年。这种分割在世界的各个文明传统中间很早很早就已经被人类发现了。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分割，当然是跟天象的变化那么带给我们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种印象有关系。又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可以分成比如说四体，我们可以分成五脏，那么等等，当然是因为在我们身体内部的话，它存在着一些缝隙或者界限。又比如说大地，我们当然都很清楚，在中国古代啊，有四方的观念，东南西北，有九州的观念，其实这都是对于空间或者对于地理啊本身所做的一种分割。这种分割啊，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的进行。中国古代有一个学派叫名家，他们讨论一些非常有趣的什么话题，其中有个命题啊，是讲说一尺之锤啊，比如说一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日取其半，万事不竭。所以你如果这样一个一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哎，你每天然后呢取掉它的一半，你永远不会把它取尽。其实这就是讲这个分割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体我们当然都很清楚，其实一体的话就是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它的合法性在于万物之间的联系，还有世界之间的这个一个连续性。还是以时间做一个例子，我们说日月四时岁，那么这些的话呢，那么都是分割，可是我们同时也很清楚，其实它们都是连续的。那么换句话说，在每一天和每一天之间，在每个季节和每个季节之间，每一年和每一年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一个界限啊。像五脏之间也是一样，血脉贯通。四体之间的话呢，也是一气呵成。所以你如果脚痛
啊，那么这种痛的话呢，不仅仅会局限在脚这个地方，那么它会让你全身整个的生命都会有不舒服的这个一种感觉。中国古代呢也有个哲学家叫惠施，他和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的庄子是好朋友。惠施的话呢，他曾经有一个说法叫连环可解也，某种上讲的话呢，这个说法同时照顾到了一体和这个分割。可解的话呢是说分割啊，可是连环的话呢讲的是一体。其实惠施是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连环啊，当然这个连环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可解的这个一个那么连环。我想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周易》的卦象的系统，对于一体和分割啊，那么这样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给出一个很形象的那么一个说明。我们知道，《周易》这个书啊，跟一般的书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读《论语》、读《孟子》，我们读《诗经》，那么等等，他们都是文字。可是《周易》这个书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文字之外，还有一个卦象的一个系统。《周易》这个卦象的系统啊，说复杂呢，也很复杂，因为它有64个卦，你要把它记下来，不容易，啊。可是说简单呢，也简单。简单在什么地方？就是整个的一个64卦，其实最后都离不开两个符号。这两个符号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连续的符号，一般我们称之为鸡画啊，在卦象里面呢它叫阳爻。另外一个符号的话呢就是断开的，是偶华，在卦象里面的话呢它被称为这个阴爻。所以我们如果看的话呢，那么这个鸡画代表一种连续，而这个偶华的话呢它其实代表一种这个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其实周易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启示。那么这种启示的话，那么周易实际上什么呢，是把整个的世界建筑在连续和分割，那么这样两个不同的这个取向的一个那么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看，因为由鸡画所组成的卦象是周易的第一卦，就是乾坤的乾卦，我们知道它代表天。由断开的那么这样一个符号，六个符号所组成的卦，那么称之为坤卦，它代表着地。所以乾坤也就是天地，它被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根基。乾坤是整个世的根基，其实就意味着连续的力量和分割的力量，它们在一起构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根基。其实这也就给我们从连续和分割，从一体和分割，那么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去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基础。那么基于对世界的这种理解的话呢，我们就有立足于分割的知识和立足于一体的知识。以古代中国的六经来说，比如说诗有诗经学，那么书的话呢有尚书学，礼乐的话呢有礼乐之学，周易的话呢有易学，春秋当然有春秋学。从汉武帝开始的话，当时还设有五经博士，实际上就是一个专门的这个一个针对某一个经典来进行研究的那么这样一种学术的一种制度。可是我们如果从一体的角度来看啊，六经之学它最后它的归宿是统一的，它的核心呢都是道。如果知其分而不知其合，就会有支离破碎的
一种感觉。啊，可是如果知其和而不知其分的话呢，也会有囫囵吞枣，那么这样的一种意味。我们看的话呢，六经确实它所讲的对象不一样。比如说，像庄子里面特别提到的话，师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就可以看出啊，他们确实有不同的主题，也因此会体现出不同的精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如果要读一本经典的话，它还有个区分，那么这个区分呢，就是术和易的区分。简单说的话呢，其实术就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易的话呢，是微言大义，是那个最根本的道理。所以，如果仅仅知道术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见其小。由小及大的话呢，才算是会读书。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中国文化呢是比较强调分割基础上的一体，把握的道啊作为知识的终极目标。像孔子说的，道是一以贯之者。我还可以跟各位，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孟子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君子身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身；资之身，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实这段话的话呢，就是在讲的话，说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到最根本的那么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分割知识之中的这个那么它的一体性啊，那么这种一体啊，实际上是因为有一个最根本的道贯通在其中。下面的话呢，我就想谈两个具体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我想以《诗经》中间的一首诗《关雎》作为例子。这个例子主要是说人文学内部的这个知识的融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想以科学，特别是比如生命科学的例子啊，来说一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贯通。我想先说第一个例子，《关雎》。各位知道，那么这首诗的话呢，是诗三百篇的第一首，所以历来被大家所关注。我们一起先把这个诗啊来读一遍。我知道各位老师其实对这个诗都应该很熟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读这个诗的话，当然我相信不同时代的人也许不同感受和经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是那么收获。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诗经》这部经典中间的一篇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面对这首诗？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什么呢？在目前我们这样一个知识的体系和学科分类之下，这个问题可能就变得更有讨论的一种意义。我们知道啊，目前《诗经》基本上是放在中文系来讲的。这个做法的好处啊，是可以突出它文学的色彩。可是，在过去的话，
诗经的话呢是六经之一，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属于经学的传统。我们知道经学传统啊，第一呢，它最看重的就是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道。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还要发挥一种重要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教化，政治教化，所以才有诗教这样的一个说法。古代诗学的纲领其实是三个字，各位都很熟悉的诗言志。我们知道这个志的话呢，指的就是情志，我们的情感，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那么这个叫好恶，还有喜怒哀乐，那么等等。当然诗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是讨论怨恨的怨，有很多是忧思的忧，那么等等。所以诗经的世界你可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情感的世界。我们知道情感是人生命中间最真实的一部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情感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怎么处理，这确实那么是一个问题。从《诗经》这部经典它的主要的精神那么来看的话，它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把情感纳入到秩序之中，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把情感纳入到礼乐的秩序之中。所以有一个说法也是各位都很熟悉的，发乎情，止乎礼。我们知道孔子曾经用诗经作为教本教授他的学生们，他用三个字来概括诗经的根本精神，所谓思无邪。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知道思的话呢，就是你的情志，就是你整个一个情感的方向，你心灵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呢，它应该是无邪，当然无邪就是正的意思，而正就是以是不是符合礼乐秩序作为标准的。孔子还特别提到《关雎》这首诗，他用了八个字来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各位看的话，哀和乐是什么？哀和乐是情感。我们见到喜欢的东西，我们会快乐，我们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我们会感到很悲哀或者哀伤。这种情感需不需要得到节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在孔子看来的话，我们可以乐，但是呢，乐而不淫，这个淫就是过的意思，不能够过分。我们可以悲哀，可以哀伤，但是呢，你最后呢，你不能伤害到生命，伤害到他人，或者伤害到这个最根本的一种秩序。所以在孔子看来的话，《关雎》这个诗啊，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情感的节制。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它其实在充满了一种这个教化的这个一种功能。这些年呢，我们有很多出土的文献，比如说有湖南长沙马王堆的帛书，我们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很多的竹简，那么等等，其中有些资料中间特别讨论《诗经》，而且特别讨论到《关雎》这一篇，它让我们可以了解，在战国的时候啊，
儒家学者怎么样子去阅读《关雎》这首诗，其实很有趣。比如说，我以五行篇做一个例子，这是鉴于马王堆的帛书。这段话呀，我们也可以把它读一下。他说：“欲而知之，谓之近之，夫欲也，欲则知之矣。知之则近耳，欲之也者，自所小好，欲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言其极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言其甚极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为父兄，其率为人，礼也；忧色欲于礼，敬耳。”哎，我们如果看这段话的话，他们的阅读啊，真的是非常的亲切，结合着一种现实的我们的一种生命的经验。你可以想的话，《关雎》这一首诗，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其实在讲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么这样的一种那么情感啊。有一个青年的男子啊，他见到窈窕淑女，然后他对她的一种情感。那么这个情感本身的话，在诗的文字中间，它表现为一个递进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五行篇的解释啊，从一开始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啊，那么这是对一个很美丽的女子，一个窈窕淑女本身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种爱慕，那么这样的一种想念，然后再进一步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白天和晚上睡的时候和清醒的时候都会想到她。她说这叫言其极也啊，那么这是一种情感的一种更热烈的一个状态。哎，然后接下来还有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当然就是失眠啊，你不能够睡觉，就是这当然是一种更激烈的一种程度。哎，这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一种情感。好了，遇到这种情感我们怎么面对？古代的中国人啊，这个我们的圣贤他们怎么面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方向，当然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办法。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节制。那么这个办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用礼乐，用礼乐的秩序来限制啊，来升华我们这样的一种情感。所以它叫什么呢？它叫忧色欲于礼，其实就是把好色之情转化成好礼之情。从这一上来看的话，我们看《诗经》中间的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它就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琴瑟和钟鼓是什么？琴瑟和钟鼓是礼乐之器，所以这种礼乐之器它代表的就是礼乐本身啊，它代表的也是一种礼乐的精神。所以整个的一个《关雎》这首诗，您如果把它全部读下来的话，它中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啊。那么这个转折就发生在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转折就是一个从那种炽热的情感，然后呢到什么呢？哎，那么到一种让我们去敬畏的礼乐秩序，这个之间的一种
转折。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整个诗经中间有很多的诗啊，都充满着一种类似的精神。我在读这个《羌中子》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一个年轻的女子和她所爱慕的一个青年男子之间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感，以及呢情感和秩序之间的一种张力。所以那个诗中间，那么一方面讲哦，说我那个小二哥仲子，仲可怀也，对他的一种思念之情。可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对父母、对诸兄、对他人、整个社会或者世界之间的一种敬畏。所以他连着用了为我父母、为我诸兄、为人之多言，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字来表现啊情感和敬畏之间的，就是爱的情感、爱慕的情感和这个对秩序的敬畏之间的这个，那么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但是最后的核心仍然是把爱这样一个情感纳入到畏敬畏之中，所以这样一个紧张关系在礼乐的秩序中间可以获得消解。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来看这个战国时候另外一个出土文献。那么这个出土文献的话呢，现在藏在上海的博物馆，我们给它起名叫《孔子诗论》。它特别用了一个词来讲这个关雎，那么这个诗，那么这个词就是改，说关雎之改。那么这改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地方它进一步又强调的叫什么呢，关雎以色喻于礼啊。换句话说，那么当关雎谈到男女之间那么这样一个美好而炽热的感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重点是要把它落在礼上面，落在这个礼乐的秩序上面。所以这个里边他特别提到，他说关雎之改则其思意义，只有通过改的话，他这个地方的情思才得到了提升。他是以琴瑟之乐拟好色之乐，然后最后把情感呢是反纳于礼。他说这个就叫改。各位看的话，这就是这个那么关雎那么中间所体现出的一种根本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其实跟我前面提到的一个是对于道的追求，对于道的追求落在现实的社会中间，其实就是对于礼乐秩序的追求。第二的话呢，教化的功能、教化的意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的话，在中国古代的话，曾经讨论文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文以载道。这个观念其实是唐宋的时候人们提出来的，可是这种精神却是一个老的精神。我们在《诗经》中间就可以看到，其实古人读书的话，他讲究的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以仅仅知道数，不知道意，难免失之于浅陋。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我们要读懂《诗经》，比如读懂《关雎》，我们需要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一种知识。比如说我们需要文字学的知识，我们需要音韵学的知识，我们需要训诂学的知识，我们需要文献学的知识啊，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去了解《诗经》中间提到的鸟、兽、草、木。比如说你读关雎，你要知道这个关关雎鸠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个雎鸠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啊，说关关是这个鸟的一个叫声，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荇菜啊，那么这个荇菜是做什么用的，那么等等。你还要知道什么呢？礼乐的制度。比如说你要知道琴瑟
和钟鼓，哦，这是礼乐之器。你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说这个诗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什么人来创作的，同时呢，它又应用于什么样的一种场合。你要知道这个风雅颂，你要知道赋比兴，这些都需要。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诗心，也就是这个诗的最根本的这个一个意义，这个诗的一个最根本的价值的追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如果把它仅仅局限在所谓文学中间的话，它是有局限的。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一种角度，比如说历史的角度，我们还需要哲学的角度。就哲学来说，因为哲学更关心那个意义的世界，哲学更关心道的世界啊，所以不同视角的融合，它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诗经的那么一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啊，历史系的人可以研究诗经，哲学系的人可以研究诗经，甚至于其他的学科领域的人也都可以去研究那么诗经。我们如果把这些来自于不同视角的知识结合起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掌握更多的学科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的话，那我相信他对于诗经的一个理解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关雎》这首诗，那么做个例子。那么最近的话呢，我自己也出版了一本小书，是关于《红楼梦》的，叫《入世与离尘》，一块石头的游记。我自己研究中国哲学，我前面说过了，可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读《红楼梦》。从文学角度读《红楼梦》和从哲学角度读《红楼梦》会有一些不同。我自己读《红楼梦》的话呢，我特别关注它其中对于生命和世界的思考。比如说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红楼梦》中间的金陵十二钗就不再是十二个美丽的女子，她们其实代表了十二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红楼梦》整个的一个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她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啊，她们的反应，以及她们的可能的这个一种命运。下面的话呢，就是我再来谈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涉及到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贯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说科学的世界是因为科学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显学，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科学，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着科学带给我们的便利和好处，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而且现在和未来啊，它会继续更深刻地来改变这个世界。科学所改变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呢，人文的精神、人文的价值，也许才会显示出来。去年的时候，韩启德先生啊主持，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文化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融通。我记得韩老师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是说，科学呢像一辆行驶的
汽车，人文呢应该是刹车系统。可是你如果要刹车的话，你必须首先在车上。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啊。那么形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就指出来的话，这个人文和科学两个东西其实是彼此依赖的，彼此需要。科学需要人文学的精神，而人文也需要去关注这个被科学所改变的世界以及科学本身。缺乏人文关怀的科学工作啊，也许会把人类带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同样的话呢，缺少科学知识的人文研究也很容易脱离这个变化的时代。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谈论的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或者人文学科的被边缘化。当然这是不是一个事实，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它是个事实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进行反思，尤其是人文学者应该进行反思啊，我们是不是太不关心这个世界了。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消息曾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有一位科学家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把两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当然那位科学家的话呢，他其实是以善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但是这种行为本身仍然受到了科学共同体和人文学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强烈的批评。的确的话，那样的一种科学的一种试验或者科学的活动，它给人类带来非常巨大的一种挑战。我们知道，当人类不再被古老的自然法则支配，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我们要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不要什么样的生命。比如说，当我们可以像定制物品一样去定制另外一些人，甚至于我们定制自己，未来的自己，那么这个时候，构成现代人文精神基础的一些东西啊，就会遇到巨大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利、我们的道德意志，也许将没有地方再继续很好的安放。我们当然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科技的快速进步啊，让我们越来越自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于我们可以塑造这个世界，我们该如何保存敬畏之心啊？当知识积累让一些人觉得可以掌握生命和世界奥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的理解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们呢，一再强调的无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人文学者没有办法装作视而不见，或者说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不再关心那么这些问题。这个因为这些问题它很快就会成为我们自己这个那么本身的问题。我们的人文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就是思考人之为人者。换句话说，什么是人？这当然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进行了一个讨论。什么是什么呢？让人成为人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么一个东西。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一种人文精神。比如说有的人文精神更关注于个体啊，有的人文精神呢可能更关注于人类的一个那么整体。可是无论如何的话啊，
那么这种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什么呢，对于科学的发展和创造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近代的欧洲，科学兴起之前经历了200年的人文世纪，如果没有这200年人文的知识和精神的一种积累，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科学的时代本身能够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到来，或者说人文知识的积累和人文精神的一种弘扬给科学扫清了一个地基。我想特别提到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就是善意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以善意的方式那么去来给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科学活动那么提供一种伦理的一种基础。我们当然知道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善意。比如说以中国传统来说，其实儒家是讲善意讲的最多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会不会去思考啊善意背后的那个更根本的问题。换句话说啊，这个善本身它有没有局限，比如说有没有跟知识相关的这个一种局限啊，那么这个善意有没有说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这差异或者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某种障碍所导致的这个一种那么局限。我们会不会在善意的一个名义之下对他人或者对这个世界本身构成一种伤害呢？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这个那么问题。在历史上跟儒家相对的另外一个中国哲学的传统道家，他就在反思这样的那么一个问题啊，反思善这个观念会给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带来什么。立足于这种反思，道家的话呢，从精神上来说他更推崇留白，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一个那么善意。我想特别从这个道家这样的一种智慧这个那么说起啊。在道家看来的话，一旦我们给某一个东西确立了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本身就成为一个主宰，而这个主宰的话呢，就会忽略万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因此的话呢，在道家看来的话，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万物本身，而不是那个简单的标准。很多人都读过《道德经》这个书，《道德经》的第一句话，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在几年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这个电影也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金像奖里的最佳电影，鸟人中间有一句话，他说 A sin is a sin, not what said of that sin。 哎，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是 a sin 和 that sin 之间的一个区别。各位我们可以想啊，我们面对的一个事物，说这是一个事物，然后呢其实我们指的是说啊，这个我们面前的那个存在的那个东西，比如说 a sin 啊。可是当我们这样去来说一个事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怎么说呢，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事物。那么各位可以想，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个事物本身进行了一个评价或者一个命名。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什么呢？它就从 a sin 变成一个 zetson， 就是这个 zetson 是命名啊， a sin 是什么呢？事物本身。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那鸟人这个电影它其实就在反思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被标签化的世界。那个电影的那个男主角啊，他曾经演过鸟人，演过好几集啊，一个系列中间的好几集，他因此变得非常出名。他到什么地方去的话，别人都称他为鸟人 Birdman。 他其实很受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困扰，因为当别人只知道他是鸟人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消失了，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已经那么消失了。我从这个地方开始是要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道家，看道德经，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后，紧接着一句话叫什么呢？无名万物之始。哎，那么各位啊，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换句话说，万物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名的。那么无名意味着什么？其实无名意味着说，你不能够很简单的对它去进行一个判断，给它一个评价，或者说为它确立一个标准。当然，或者更严格的说，把不同的万物，把不能够被命名的万物，放到一个一般性的或者普遍的标准里面，比如说善。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哎，那么当我们以善的标准去塑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给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会是什么呢？我讲一个故事，我想各位老师啊，很多都听过这个故事，它出自于庄子。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混沌之死的。我们知道庄子，那篇的第七篇叫《应帝王》，那么这一篇中间，他说：“南海之地曰舒，北海之地为呼啊，说中央之地呢是曰混沌。”啊，疏于乎实相于欲于混沌之地，就是南方之地和北方之地啊，他们经常在中央之地这个地方相遇，然后中央之地混沌作为东道主啊，待之甚善啊，对他们非常好。于是南地和北地的话呢，就想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他。哎，他们突然想的话，他说：“哎，他说你看，每个人都有七窍啊，以视听识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那么等等。可是这个混沌没有，因此呢，他说我们要给混沌呐、啊。”凿出七窍，让他可以像我们一样视听识息。于是他们花了七天的时间，每天凿一窍，七天呢就凿出了七窍。没想到七天之后，混沌死了。各位啊，我们说庄子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其实庄子透过讲故事，他在说的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当我们以善意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他人的时候，我们给他人带来的真的是善吗？作为一个反思者，庄子里面经常会讲到什么呢？
这种善意的悲剧。换句话说，我的善意，我所谓个人的善意，其实给他人和世界带来的反而是悲剧。在这个混沌这个预言中间，这个故事中间，就是混沌死了，类似的故事在庄子中间还有好多。所以透过像老子、庄子啊，这个那么这个道家传统本身所进行的这个那么一种思考的话呢，哎，我们可以更要有更复杂的一个态度去来想这个，比如说类似于一个善意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这的话呢，我就想起来老子曾经讲过的四个字，叫善复为妖。这个妖就是妖怪的妖。我觉得这四个字的话，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可以回味的余地。为什么善可以变成妖，或者说善可以变成恶，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答案，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就是无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知识让我们乐观，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不要太乐观。换句话说，当我们太乐观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知识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那么地方，其实未必如此。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看看哲学家们的一些思考，也许会有帮助。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他很重要的对人类的提醒就是认识你自己。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那么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透着的就是一种有限和节制的一种精神。因为这样的一个提醒，认识你自己，是他从神庙，从德尔菲的神庙中间获得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和神之间的相对啊。我们还可以看看像《道德经》，像老子里面讲过的一段话，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说：“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以不病。”什么意思呢？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最上乘；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这个叫有病。他说：“圣人不病，圣人没有病。说为什么圣人没有病呢？是因为他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啊，你只有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你才能够不病。所以到了庄子那个地方怎么样子？各位，到了庄子的时候，哇，他经常是使用无知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字眼，而且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问四不知。其中有一个问题叫，你知道自己不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各位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彻底的一种无知的态度。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无知的态度等同于无知。其实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无知啊。所以这种无知的态度其实是立足于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如果看司马迁在《史记》中间讲庄子，庄子是个什么人呢？七学无所不愧，什么都知道。正是这样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啊，他恰恰什么呢？最推崇的一种态度是无知。所以无知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知，那么这种知叫无知之知。它并不是对这个世界啊一无所知，它其实提醒我们的是，知识是有限度的。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啊保存敬畏之心，不
不能够太狂妄，啊，我们不能够从自信走向自大，我们必须要去敬畏这个世界。我就想起来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中间提到的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叫什么呢？叫玄之又玄。各位，什么叫玄之又玄？其实就是一个很玄妙的，玄妙又玄妙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本身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最终也无法全部的去把握。那如果从这个地方出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留白。其实留白是什么？留白的话就是要把一些东西留给世界本身。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认为是我们的一个势力范围，或者说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能够控制的，甚至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处理的一个那么对象。这个世界本身的复杂性，那么这个世界本身的一种玄之又玄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种那么特点，本身决定了我们知识的有限，啊，那么甚至于我们什么呢？某些伦理价值的一种那么有限。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平衡。我觉得，那么这种平衡的话，其实就是人类本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困境。这种困境就是两难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一方面需要一个东西。比如我们一方面需要假，那我们需要权威，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呢，那么这个权威会控制我们自己。比如说当我们把科学奉为权威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把人文奉为权威的时候，它是不是反过来会成为控制我们的一个对象呢？这就是我谈到的，我说我们似乎处在一种两难的那么境地之中。但是这种两难的境地啊，我觉得给人文学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展开之所。它提醒我们呢，在乐观和无奈之间，在自信和有限之间保持平衡。最后的话，我还是想这个用周易来这个做一个说明啊。周易我们知道整个64卦从哪开始呢？从乾坤两卦开始，从天地开始，然后到既济和未济两卦结束。历来的话都被赋予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意义。既济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既济的意思是说一切都完成了。我们的既就是已经的意思，这个计的话呢就是成功啊，完成，那么等等。如果从卦象上来看，那么各位可以看的话，这个计卦的卦象其实是非常的有秩序的。你如果看的话，下面一个是阳爻，最下面是阳爻，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呢是阴爻，然后第三个又是阳爻，第四个又是阴爻，第五个是阳爻，然后最上面一个又是阴爻。各位看，这就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一切都被安排得非常的停当。可是最后一卦是什么？是未济。未济正好从卦象上来说跟既济是一个反对的关系。所以各位如果看的话，最下面是一个是阴爻，然后第二个是阳爻，阴爻阳爻阴爻阳爻。按照周易啊，卦象的这个构成的规则以及它的意义，像既济这样的一个阴爻和阳爻，它们摆放的这个一个位置是合乎秩序的。像未济啊，那么这样一个卦象的安排什么呢？
是完全不合乎秩序的，是一个混乱的。换句话说，未济卦是最混乱的一卦。它让我想起这个济济卦的这个卦辞，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合秩序的这一卦的一个卦辞，有四个字叫初吉中乱。一开始是吉利的，可是最后什么呢？是完全乱套的。为什么会如此？各位，其实就是变化，就是神妙莫测的变化。那么周易里面说阴阳不测之为神，所以这种变化的话，它会摧毁某种看似已经完成的或者说非常完美的秩序。那么这种神妙的东西，对于所有的人力的，那是不管是基于知识的人力还是基于其他的一种人力，那么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有时候甚至于是这个那么嘲讽。我们可能不只要知道进，我们还要知道退，我们不只要知道存，还要知道亡，我们不只要知道得，还要知道丧。周易里面特别提到的话，如果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那么这个一定会后悔啊。他称之为亢龙有悔。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一个局限的时候，给世界留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在这个时候，也许才是科学和人文精神比较平衡的这个一个那么状态。因为一般来说科学的精神更强调进，人文的精神似乎更保守一点，它会成为一种节制的那么力量。正是在这种进退啊之间啊，那么在这种进取和节制那么之间的话，我们也许才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一种道路。这是一幅画，这个特别能够体现留白的精神。其实我们有时候来看这个那么这幅画的话，各位可以看到一叶扁舟，一个正在垂钓的一个人啊，在这个画中间占一个很小的一个篇幅啊。那么整个的一个画的话，哇，这个绝大部分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留白啊，它能够让我们想象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么一个东西。这种留白的精神也许会给我们一种启示，那么这种启示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去尊重和敬畏这个玄之又玄的世界，也许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高的善，当然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像这幅画本身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美感啊。我想特别读一下宗白华关于这幅画的不是关于这幅画的，宗白华关于中国画的这个留白的这个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画最终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所，且空而后能减，减而列，则理去恒意而脱略形迹。我们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美学家，他对于中国画的理解，对于留白的那么一个理解，从道理上来说其实跟其他领域之间也是相通的。好，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博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下面呢，我是收集到了一些来自研修班高中老师的一些问题，然后请王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一下。来自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的才涛老师，他说，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然后平常在作文的教学中，有些学生的思辨能力还是比较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引入一些哲学的这样的思想，然后来让学生更全面的去思考问题看问题呢？谢谢才涛老师，是吧？是这个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文史哲不分家是个老说法，而且我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比如当我讲那个《诗经》的《关雎》这一篇的时候，其实表达的也是同样的这个一种态度。文史哲确实这个不分家，因为文史哲实际上是我们现代学术才确立起来的这个那么这样一种学科的架构啊，和知识的这个一个划分，在中国古代的话，实际上他们是一体的。我想呢，举个例子的话呢，就是，我在中学课本里面，他们语文课、有时候会选那个，一些先秦诸子的一些文章，比如会选庄子的，他会选到这个像《逍遥游》这个《逍遥游》当然是庄子的这个名篇。这个名篇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从文学角度去进行一个欣赏，啊，你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啊，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哇，你可以看到这个庄子那种文学的想象，可是呢，其实透过这种文学想象，这个庄子是在展开一种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思辨，对于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思辨。我们透过这个想象，那么去看他的一个实质的时候，您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当然还是在讲一个很大很大的鱼，我们平常根本就看不到的，这只能在想象中间会出现的。可是你要注意到它马上后面这四个字叫化而为鸟，这种化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话呢，我们说一个人，比如说38年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我如果去看那个变化的话，那变化太大了啊。可是这个变化本身什么呢，是在我一个人这个一个内部啊，我一个人在保留我这个人的一体的这个那么这样一个存在的同时发生的。可是你如果看庄子刚才讲说，从一个鱼，一个大鱼变成鸟，化而为鸟，这什么，这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嗯，啊，其实这是一种世界观。因为庄子啊最喜欢讲的就是变化，他看到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所以这种变化什么呢，是一直在发生，而且这个变化的话呢，它可以把我们变成你永远都想象不到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存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庄子里面有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庄周梦蝶啊。你可以想庄周梦蝶啊，说庄周做梦，说梦见什么呢，他自己变成一个蝴蝶。其实这个梦本身并不特别，我们有时候也许会做类似的这个那么一种梦，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是庄子本身接下来那个提问是什么呢，说不知道是庄子自己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梦见他自己变成了庄周，这才是这个里面的特别处。哎，那么这种特别处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真的是说庄子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独特的心灵，让他能够提出这种独特的问题。我做梦梦见我变成了蝴蝶，但是我们一般的不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哎，说究竟是我做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换句话说，这是对自我本身的一个提问。哎，我是我看到的这个我吗？还是说我是蝴蝶做梦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那么一个样子？这是庄子的一个这个那么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在文学中间，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发现它里面那个思辨的一种精神，啊，透过这种特殊的提问，它其实呈现的是一种对世界的一种很特殊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理解的核心就是变化无常。所以庄子整个的一个哲学，他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等等，都在这个变化无常中间来展开，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透过于，这个那么这样一种文史哲的一个不同的视角，之间的一个这种交织、这种融合，在文学学习的同时，它也可以去培养我们的一种思辨的这个一种能力。好，谢谢王老师。下面新疆沙湾县第一中学的张发祥老师问我们，怎么在高中阶段去引导学生，对于特别厚的著作的一些阅读兴趣，就大头著作的阅读兴趣。大部头的。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大部头的东西就是古典小说，比如说像三国，是它故事性很强，对啊，就很好玩。对啊，像水浒，像《封神演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好像不需要引导，为什么不需要引导？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经常讲说，兴趣是最好的这个可以引导你去这个那么去读的一个东西。当然，兴趣本身有时候会分不同的。这个那么层次，比如说这是一种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听故事的兴趣，我们去看故事的有兴趣。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很热闹的一种场面，对吧？我们去看那种英雄，你像三国里的哇，这种英雄，你看水浒里的这个那么这些英雄，我们喜欢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像《封神演义》，是吧？是。那么类似于这个那么一种东西，或者说像《聊斋志异》，是吧？啊，是。那么这样的这个一些那么东西，可是还有另外一层兴趣，我觉得那种兴趣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理智的一种兴趣。我觉得这种理智的兴趣，本身到一定程度，是我们应该很自觉的。去来培养的，比如说这个像《红楼梦》，《红楼梦》的话，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是读不下去的，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书，这个本身，哇，这个没有那个《水浒》《三国》那么热闹啊，那么样的能够吸引眼球，哇，那个里面那些东西太细腻了。啊，这个好像是一些人情的东西，是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琐碎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场景。对，所以它似乎表面上看起来什么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种吸引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说它的伟大之处能够提炼出来。能够讲出来，换句话说，是什么让这个小说成为整个历史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老师能够把《红楼梦》那个最伟大之处把它讲出来，把它什么呢？哎，《红楼梦》整个一个这个那么大的一个结构，啊，它的设计的一种精妙处，这种设计，不管是整体框架的设计，还是什么呢？细节处的设计。特别是当你意识到说啊、哦，说《红楼梦》这个书本身那个细节处和那个宏大处之间都是一一呼应的，啊，彼此照应的，啊，你把这些妙处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什么呢？它会激发
我们年轻的同学的这个他这种理智的一种兴趣。换句话说，哦，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想办法去理解、去欣赏，那么这样一部伟大小说它的魅力。因为有时候跟一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跟另外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会提到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你自己去读一本书，和有老师，然后呢，这个对这本书本身进行一种导读，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自己读这本书本身，实际上说，这个只是借助于你自己的一种知识积累和你个人的生活经验本身，把你能带到的那个高度去进行阅读。可是当老师进行一种领读的时候不一样，那么因为老师他拥有更开阔的知识，啊，他也有更丰富的一种人生阅历，所以他以他的一种高度，然后带领着你可以尽快的去达到某一个高度，啊，特别对大部头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把那个最精妙的地方，啊，要告诉学生，然后呢，哎，这个告诉学生，然后吸引他们，是啊，让他们唤起我前面讲的那种理智的一种兴趣。好，谢谢老师，然后有来自北京市十一学校的刘俊林老师，然后问，适合解读中学名著各类文本的文论有哪些？然后如何应用这些文学理论去更好的进行解读名著呢？啊，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我算是外行，但是当然我们前面说过文史哲不分家啊，所以也会读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文论，比如说还是以《红楼梦》为例，我前面说我最近刚写了一本关于《红楼梦》的小书，我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引用了很多《红楼梦》早期的这个批评者，就像以脂砚斋为代表的这个他们对于《红楼梦》这个作品本身的这个一种分析，那么一种评论，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那么方式，啊，某种上讲的话，其实它也是我们文论的这个一种那么一种形式。当然很早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类似于文论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像我前面谈到《诗经》的时候提到《诗经学》最初的最重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其实诗言志这就是文论，这就是诗论，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诗人为什么来做这个诗，啊，那当然后来提出来，比如说像《赋比兴》《风雅颂》，当然这是进一步的一个关于诗的一个文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像诗论的，啊，那么诗论的话，当然后来的话，像一些诗话是非常有名的，像《苍狼诗话》、像《六一诗话》，说各种各样的诗话。我虽然不专门研究诗，但是有时候我会读这些诗话。那种他们对于诗的一种那么一种评论，那么这些评论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诗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像关雎那种对关雎的评论，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关雎本身这个诗本身所具有意义啊。你去读这个苍狼诗话的时候，你读六一诗话，你从读其他很多很多诗话的时候，你再去读那些诗，这个那本身的话，你就获得了更多的一种角度。那么去，其实，包括像这个，当然，我们如果讲文论的话，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像《文心雕龙》，啊，《文心雕龙》里面，比如说文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啊，就是。他这个文论最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文心。换句话说，什么叫文心呢？文心的话什么呢？就是作文的用心，就是作者来做这个文的时候他的用心。是他的想表达的思想吗？对，他所
表达的思想，他所表达的借助于这个诗或者这个文学本身，他的情感，他对世界的理解，对吧？他对生命的一种这个那么理解，都借助于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文心，啊，那么这也是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间特别强调的这个那么一点，比如说有时候像画画的话，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谈画论的话，有八个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外师造化，然后呢中得心源。哇，你看这个外师造化，就是你如果作画的话什么呢，你外面干嘛，你要施法这个被创造出来的变化的世界，对吧？但是中得心源，心源的话就是你这个画家之心，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画家的话，你必须先把这个造化装到心里面去，把世界装到自己的心里。对，你把那个这个是个转化呀，它是个转化，转化之后的话干嘛呢，然后呢你再把你这个心透过你的笔表达出来，把它给画出来，画出来。你看这个这就是画论，所以它也是非常注重什么呢，注重这个画家他的这个用心啊，那么他的这种，我们用以前话来说叫胸中丘壑啊，你只有胸中的丘壑，你最后才能画出那个纸上那个丘壑那个出来。所以这个画，所以这个我是想这些文论呢、这些文论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文学的阅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的，谢谢王老师。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刘子涵老师问，语文与历史学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如何使学生习得其间学习能力的迁移呢？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课本里面还有没有像比如像过秦论那么这样的文章，可能还有啊。我觉得我们以前这个读语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个像过秦论，就是西汉初年的时候贾谊写的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那么文章。它当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学的作品来读，但是这种文学的作品本身，那么事实上它也有历史的故事。他是对，他是对整个的一个贾谊那个时候所面对的西汉的这个历史中间所呈现出的一个伟大问题的一个思考，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事实啊，秦，你想秦帝国，当他这个兼并天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表现出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他消灭六国，真的是有那个摧枯拉朽之势。可是这个帝国统一之后，从公元前221年建立，到206年就天下大乱。到202年，西汉就建立了。所以你看，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只有15年，说看起来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15年就土崩瓦解了。然后被汉朝所取代。所以汉朝的皇帝、汉朝的天子、汉朝的知识分子，他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秦为什么这么快就亡？秦二世而亡，就是只经过两代，秦始皇和秦二世，然后就亡掉了。所以他们在反省，那么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本身，它其实就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了，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从历史中间产生出来的这个一种问题。它其实也已经不限于历史了，它开始进入到什么呢？哲学。那么这样的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读过秦论的话，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提到的像
攻守之势也啊，这个攻和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不同的一种方法啊。你秦是很擅长攻的，当你统一六国的时候你是要进攻的，可是当你一旦你拥有天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守。所以这个时候干嘛呢？你在攻的时候所使用的法家的那种学说那种理论，这个时候你就要退场，开始让位于什么呢？他觉得在守的时候我们应该最需要的是儒家的学说，它的价值叫仁义啊。所以他在总结的时候说，仁义不失啊，而攻守之势义也。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很多啊，你比如说史记，这也是我们中学课本里面一定会有会从中选的这个那么一些内容。你说史记的话当然是历史，但是史记本身的话其实这个它的文学性一直是被后代所推崇的啊，它也被视为这个才子书啊这个那个里面的话，那当然更直接的就是说，当我们去解释文字的时候，我们解释这个文字的一个段落的一个意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它背后这个历史的事实以及历史事实背后的那个意义能够把它给说出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文学的知识和历史的知识就融为一体。我是觉得的话呢，它有时候更能够让这个对象本身具有一种吸引力，就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丰富他们的这个那么一种知识和视野。是的，谢谢王老师，今天真的学到特别多，然后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提问，谢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